期看点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昨天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文，题目叫做《我的妈妈》。龚佳同学，你先来念一下。我的妈妈，她唱歌走调，她唱歌走调。胭脂甜花，甜花。普通话是个谜。哦，我的妈妈。哦，气质与美貌并存，很稳呢。才华与幽默齐飞。我是李雪琴的妈妈，我刚才搂了一杯白的。我有一个愿望，我想和王一博拍个照。谢谢大家。这俩还都是穿格子的呢。霍尊的妈妈是第一代流行音乐歌手，您就是宝藏歌手。好好听啊！我还带了什么？菲菲的名字是谁起的？我生产的那天就下着毛毛细雨，不是那个雨洒到我身上了。哦，哎，对，我三姨给我起了个名字，是我现在的小名，叫……我弟弟跟王一博之间也差了一个字。金曲串烧模仿秀，叫我的偶像。偶像吧，可喜欢你啦！谢谢妈妈，喜欢蔡佩庆老师。妈妈不要这样，我爸在下面。爸爸，我喜欢郝天举。妈妈歌谣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妈妈们准备起来。你是真是平翘舌一点不会唱，用气。再挑一篇，我以前从来没唱过歌。哎，高兴。获得优胜妈妈的是。感谢你妈妈。